躲避的时候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已经选择了保持，我割到手对不对？啊，你要说怕我那个破伤风，还要我去看医生，对吗？你还记得哦？嗯，对啊，我就去看那个报告。拜你老母啊，老了我咋？拜你老爸老母啊，给活了啊！做啥物？安心为母啊！哎，拜迄小弟啊，我都讲，老母啊，我咋？我放袂出啊！你老母啊，拄好一日来去，明了啊，你老母啊。文章啊。